我会他实在不吃，他可能嫌没有用。啊？我他可能嫌没有用啊，端在地上的食他不吃。后来他就走了。咬这玩意儿咬的倒是挺开心。抢一个。抢。哎呀！不行，他不给。他不给。你摘那个。拿这个，我拿这个，拿这个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叼走吧，还有，这都给你叼走吧，嗯。嘴漏啊！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没有了，都叼走这个，这个，嗯。三十二火是吧？嗯。把面已经擀了哈。嗯。行，咱烧火的时候，咱可以玩点小游戏，我感觉。嗯，什么？说吧。可以打会扑克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对吧？嗯。火已经架完了，我们玩扑克去吧。大哥玩赢啥的呀？咱赢啥的？输赢得干啥的呀？行，赢吃的。不想吃。不想，我不想吃的，我太怕了。今天吃还不行吗？那你想赢啥？说吧。咱那个这样式的，拿那个笔，谁输了往脸上画一道啊？来啊！开始吧。嗯，我这五连。等会儿好像画的好难看了。鼻子捅漏了。行，这是第一个，现在是一个小黑点。那准备往哪画？下我是画猫，你们都画猫吧。都画猫，我不画猫，我给你画别的。行，反正我画猫，我画猫。一笔的哈。对，来大姑。给练呀，张天。我的，哎，多少？大姑的。都是黑鼻尖。现在都是黑鼻尖。这边要给张天画一个，那更像小猫似的。你不是不应该先画鼻子吗？你随便画，随便画啊！一次三条，随便画，想画啥想画啥啊！不能画那么多笔啊！这是一般两笔，好看不？不是，两道有点太少。够了够了，这是一把，不过那你们一不能一把一次三条，一把一笔的。不能画了啊、这就得记道数。对，知道画。知道谁输多些，是不是啊？这一下全画了。来，我来。下把输了不能要了，来。好了，我去你了，还有来，结束。来，给个特写。这是我二娘的特写，这给我大姑来个特写。我给你二娘画的鼻尖好看。好看。还带狗的。看看我大姑擀的面，太漂亮了。哎，这下水挺好看的，这颜色。紫色的哈。你看。好看。好吃啊。就丝儿了，行，挺好。端上桌去，看看，开动了要。